如果要有
專隊成為專隊嘅一員咧，就必須要考獲唔同資歷或者參與專業嘅培訓課程先至得㗎。哦，係咪就係好似今日都有出場同大家見面嘅煙火特遣隊咧？隸屬特種救援隊嘅攤塔搜救專車同埋潛水隊嘅潛水車。冇錯啊，你解釋得好好啊！啊，講咗咁耐，考下你哋啊，你哋仲記唔記得邊架係水搶救車，邊架係幫車呢？我相信大家都記得啦，在右邊數上第三架就是細搶救車，而第四架就是幫車啦。大家可以記住我哋喎，一陣間我哋就會見到兩架車一齊互相合作，去表演我哋嘅一級我哋全部表演啦。咁而家十架消防同埋救護車都跑好曬啦，哇！場面真係好震撼啊！嗱，除咗留意後面咁多架車之外咧，都可以望下前面咁多位消防救護嘅送員同埋學員噶，佢哋都好開心喺呢度同大家見面。呢個咁難得嘅場面，大家可以把握機會影多幾張靚相。消防處已經經歷咗150年嘅發展同埋變遷，而消防同埋救護車嘅類型亦都不停咁進步，為咗應付社會急速嘅發展，消防處同救護車嘅型號咧就越嚟越有型，功能亦都越嚟越型，陪住消防處一齊成長噶。咁啊，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我哋嘅消防同埋救護車咧都要翻去聖誕啦。嗱，大家如果繼續想同咁多架車近距離咁影相嘅話咧，可以等一陣，一陣間嘅一級火警滅火表演之後咧，就有得排隊影下相，大概咧就會係3:00幾嘅時間。喺佢哋同大家講拜拜之前，不如大家再一次俾熱烈嘅掌聲俾我哋十架消防救護車啦！消防同救護車都可以開始離場啦。咁啊，喺啲車走緊嘅同時啦，我又同大家宣傳一下先。咁啊，大家手上面咧都應該有呢個開路人嘅指南嘅。咁如果冇嘅唔緊要啊，可以去翻入口處嗰度攞。咁啊，入面咧有一版可以俾大家吸印仔啦，集齊曬啲印仔之後咧就可以攞禮物。不過就講明先啦，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，話大家快手啦。既然你賣廣告咧，等我又賣下廣告先。其實咧，我哋消防處咧都有推出幾個有一啲互動遊戲嘅手機應用程式噶喎。我知啊，佢哋就係追波思危、臨危不亂同埋分秒必爭啊嘛。100%正確啊！嗱，佢哋